不会在梦游吧？不要在我面前乱晃，会显得你很傻啊。醒着干嘛不出声？我听思达说，你去跟他做心理治疗了。我错怪你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我也没有想得到你的理解。后天带思达来秀场面试吧。好啊。所以你觉得他没问题啦？之前我觉得他过于排斥女性，会没有情感，缺乏表现力。但我今天发现他有喜欢的人，所以我对他有信心了。他有喜欢的人？他怎么没告诉我？谁呀？也不怪斯达没告诉你，你们经纪人不都不准艺人谈恋爱吗？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吗？你不是吗？我不是啊。艺术创作来源于灵感，艺人的灵感来源于情感和经历。如果不接触女性的话，就不会表达和沟通，就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艺人。嗯。每个人都有心理问题，只是深浅程度不同罢了。我知道你想维护思达的单纯，但你不能总把他当小孩。只有经历过复杂，才能成长。嗯。停电了，你害怕？没有，我住在这里几年了都没停过电，怎么你来就停电？你紧张了？谁紧张了？你瞳孔放大，鼻孔也放大，面部肌肉紧缩，呼吸也不匀。来电了，谁给你来电了？我说灯来电了。哦，对，我先回房间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为什么心跳这么快？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